香港电台超级原创分组赛第二回合，今日嘅辩题系中医服务应纳入公医体系。对赛双方为正方，德兰中学。
童病人提供中西醫協助治療的住院和跟進服務。到今年要推行到第三個階段，無論是先看中醫食補身，再由西醫去做手術，又或者先吃西藥止痛，再吃中藥固本護元，都被證實了是有效的合作方向。最後，政府方清晰地用交代方案立場，政府各界都有撥款資助中醫發展同例如研究中心、中醫門診、中醫學位協助計劃。請問以上一切是不是全部都做錯了？是不是全部都應該取消呢？多謝。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18秒。好超時，無需扣分。接住是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簡單嚟講，有方嘅立場，我哋想中醫呢個行業發展得更加好。不過今日我哋討論嘅係醫療政策嘅變係，維持公營醫療系統有效同順利咁去運作，而令到有需要公營醫療系統嘅市民得到幫助，先至係醫療政策變係最應該睇重嘅事。中醫係唔係需要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從來都只係手段而唔係目的，呢一點請大家留意。我方之所以反對變係，係基於以下兩點。第一，係現有公營醫療本身資源極為短缺嘅情況下，要令現有體系維持良好嘅運作已經極為困難，再分資源去俾中醫，只會令到其他部門嘅資源更加不足，服務質素再進一步下降。2017至2018年度，政府醫療開支預算達到619億，佔政府經常性開支17%。雖然600多億係一個好大嘅數字，但由於香港嘅公營醫療體系龐大，而家嘅600多億本身已經唔夠。根據醫管局喺今年6月30日嘅估算，包括醫生在嘅內科門診新症要等待92至112個星期，精神科48至125個星期，視乎你喺邊一個聯網，佢哋都極需要得到更多嘅資源，否則病人喺等候期間心臟病發身亡或者精神病發而自毀，都會直接危害病人嘅生命。而家公營醫療情況係醫生唔夠、醫護唔夠、醫院唔夠、急症室唔夠、病床唔夠，再加上未來人口老化嘅問題，所需嘅資源只會比而家更多。當而家政府嘅經常性開支已經有17%俾咗醫療，就算未來政府願意喺資源投放上更傾向於俾醫療，而犧牲教育、社會福利等等嘅開支，最樂觀嘅情況都只係令公營醫療狀態維持現有，或者稍為改善而家因為資源不足而強差人意嘅公營醫療服務。喺呢個情況下，連中醫都要納入埋公營醫療體系，無疑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有服務規模都仲未搞好，就要再開新項，咁只會影響埋原有直接影響病人性命嘅服務，根本唔係醫療政策應該奉行嘅原則。而納入嘅規模越大，影響就越嚴重。我方第二個反對辯題嘅原因係將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係違反咗公帑謹慎運用嘅條例。要知道公帑並唔係政府嘅資產，而係市民大眾嘅錢，所以必須謹慎運用，符合成本效益。但中醫又有幾多嘅證據證明自己利用公帑係符合成本效益嘅咧？近日美國同日本嘅免疫學者共同改善癌症免疫療法，得到諾貝爾醫學獎。從佢哋做咗嘅大量研究，我哋可以知道證明免疫療法需要用到幾多嘅成本，提高咗癌症患者存活率幾多。但係喺中醫方面咧，唔好講到要拎諾貝爾醫學獎，但就係連中醫自己業界人士、香港前線中醫聯盟秘書長陳文漢都批評醫管局協助推行中醫服務15年，政府資助各家大學推出中醫課程都已經20年啦，但都仍然未能夠提出中醫臨床水平係有所提升嘅。唔好怪人哋提高到癌症存活率啦，連中醫能夠幫助病人從流感痊癒嘅實證都仲未提出到，中日只係識得推出減肥、戒煙呢一類項目。當年業界人士都批評中醫多年嚟固步自封，研究成果乏善足陳。咁我哋點證明將公帑用喺中醫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度係可以符合成本效益嘅呢？因此，基於資源不足同埋中醫業界嘅環境，仲未證明到投放資源嘅成本效益，辯題理應被推翻。多謝。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30秒，無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一位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嘅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公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可即時指出，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公辯一方如想發言，評判
但係而睇西醫咧，就只係可以透過止痛，淨係可以透過食止痛藥，根本上就治標唔治本嘅時候，後面仲會復發嘅時候，中醫嘅治理方法係咪比西醫有效？中，我哋無意否認中醫嘅，中醫確實有佢嘅好處。冇錯啦，有方都知道原來中醫嘅治理方法係有效嘅時候，咁係咪多一種治根本嘅醫療嘅方法選擇，係咪可以分流市民，係咪可以更加快咁就睇到醫生，可以快啲治到病？問題係而家中醫並冇提出任何嘅研究實證去令到。咁我哋答話係咪可以分流，係咪可以快啲睇到醫生治到病先？問題係中醫並冇答，並冇呢個研究實證。哦，原來有方嘅意思係咧，一個蘋果為例咧，原本一個人咧食一個咧，而家多咗一個人嚟食一個蘋果嘅時候咧，但係喺有方嘅立場之下，係兩個人咧都各食唔到二分一，而依然係一人一個嘅時候，睇嚟有方你嘅數學咧都未學好喎。咁有方你係咪堅持唔會分流先？係啦，有方嘅睇法咧，真係有違常理嘅喎。咁我再問有方啦，公營醫療體系係唔係可以為大基層嘅市民負擔到大部分嘅藥費？問題係關於公營醫療，確實仲未中醫。有方同學，而家我哋見到有人食唔到西藥嘅時候，咁嗰啲基層市民係咪一定要去睇私家嘅中醫醫院？佢哋係咪負擔唔到藥費？中醫並唔係樣樣嘅藥都證明到佢嘅效果。冇錯啦，有方同學，所以呢個世界上係你已經承認咗，而係真係有食唔到西藥嘅人嘅時候，咁咪真係佢哋需要去幫去需要政府去幫助佢哋去俾呢個嘅中藥費嘅時候，咁所以有方都知道中醫其實可以根治，中醫其實可以分流，納入咗中醫可以令到基層市民更加負擔到，喺咁樣嘅情況之下，真係有方都只係可以納，即係有方都承認到納入中醫服務，絕對對香港係一個福音啦。問題係中醫嘅藥非常之容易，正中醫用最短嘅時間先。跟住嚟到打翻公電，打翻政治需要議員，請你自由選擇打翻多位議員接受佢嘅打翻副，打翻一副。打翻公電開始有兩分鐘時間。請問阿光同學承唔承認而家中醫面對住人手過剩嘅問題？係，的確係。咁點解會發生咧？咁啊，因為而家其實西醫都係比中醫更加多啦。咁點解中醫會面對個問題啊？就因為市民睇中醫啊嘛。咁同學又點解會覺得換咗之後，佢就會更加多人睇中醫咧？所以我哋今日人手過剩，就係要將佢納入公營醫療系統。人手過剩嘅原因係因為冇人信中醫啊！你明唔明啊？係，的確有啲人係需要中醫，但之所以唔係啊，係因為佢今日冇納入公營醫療系統，所以先至會人手過剩嘅。有冇同學？點解啲人其實佢喺度啲人已經用行動去證明自己係想睇西醫㗎啦？有同學今日有證據顯示，其實有好多人都係信中醫嘅。係信中醫，但係實際上佢哋有幾多人係中醫啊？一萬個醫生其實係咪真係夠咧？或者話西醫嘅數量係比中醫多更加多？佢點解中醫會出現人手過剩嘅問題？我講過，我剛已經講過，係因為佢冇納入公營醫療系統。點樣納入公營系統就會關事咧？因為當佢納入嘅時，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嘅時候，一班食唔到西藥嘅人，佢哋就可以去睇。成到西藥嗰班人啦，全港有咁多個市民，你咪成日服務嗰堆先。同埋點解西醫做到嘅中醫就誒？點解西醫做到嘅嘢，中醫都做到，但係點解又唔俾西醫做啊？而家急症室爆棚啦，係咪？點解有啲乜咁樣嘅資源性，你又唔去考慮啲迫切性問題啦？要將呢一啲咁嘅資源投放去俾人，淨係關照一啲食唔到西藥嘅人啊？咁啊，我今日幫佢做選擇，俾市民去揀啊。係多種選擇，咁所以咧多種選擇唔代表最有效噶嘛。跟住而家急症室爆曬啦，有好多問題需要面對啦。點解你唔考慮一啲迫切性問題，而係就咁樣隔山咁去咩咧？同埋有冇同學諗過一點？而家出現人手過剩嘅問題，係因為市民唔睇西醫啊。你分流咗啦，咁而家1萬個醫師咁我想問你1萬個醫師咧，咁你請幾多個醫管局做嘢啊？有冇同學有方同學，今日我哋見到啲中醫可以做到分流喎。OK， 分流好，醫管局分流。我問你，而家有幾多而家醫管局應該請幾多位去做中醫？有冇同學今日人手過剩，所以要納入中醫啊？我要問緊你，阿方醫有準備大事。究竟有幾多人係真係會去睇中醫，係信中醫咧？
事實係浸會大學今年7月做咗一項調查，超過70%嘅受訪市民係認同中醫嘅治療係有效，亦有70%人覺得中醫嘅副作用係冇西藥咁多。另外更加有超過60%人係相信中醫可以能夠根治病症。到底整體香港人對中醫係咪真係唔會去睇、唔會去接受呢？今晚我方主辯文由方過去政府搞嘅中醫中心、中西醫協助計劃、大學開嘅中醫學位係咪通通都要取消？有方唔夠膽否認呢一切都非常之重要，唔能夠取消，但偏偏納入公立醫療系統就萬萬不可，究竟又講唔講得通呢？首先，今日有方話現時政府資源短缺，但係連最基本嘅論證都未做好，到底將中醫納入公立醫療系統要用幾多資源？係咪真係龐大到連政府都比唔起呢？而事實上，今年嘅年頭財政預算案已經建議咗額外增加5億嘅撥款，促進中醫藥發展。另外又會增加60億嘅醫管局經常資助，以及預留3000億籌備10年醫院發展計劃，改善診所設施。到底呢啲資源有冇講到？有方講到咁短缺，幫唔到中醫呢？喺呢個西醫當道嘅世界裏邊，中醫之所以會佔一席地，係因為某啲情況之下的而且確，有方喺公嘅時候都唔可以唔承認，中醫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例如腰酸背痛、肩頸膊痛、頭痛等等，西醫極其量都只係開一包唔知有幾多副作用嘅止痛藥，叫做暫時消除你嘅疼痛感覺，但係中醫就可以用針灸等等嘅方法解決痛症嘅源頭。到底邊一種方法更加有效呢？另外我又講下濕疹，西醫到而家都未有根治嘅方法。不過浸大中醫學院嘅研究就顯示，透過中醫外敷、針灸等等嘅方法，治療濕疹有效率超過80%。有冇可唔可以講下，如果一班基層不幸患上呢啲睇中醫好過睇西醫嘅疾病嘅時候，咁佢哋應該拎住一筆僅有嘅收入去睇貴價嘅私家中醫，定係去睇明知幫唔到幾多嘅政府西醫呢？今日社會各界包括有方同學都非常關注醫療人手嘅問題，何況有學上唔係呢？但係當大家手足無措嘅時候，有冇諗過解決嘅辦法其實就係咫尺之間呢？食物及衛生局發表嘅醫療人力規劃和專業發展策略檢討報告估計，由2016年至到2030年，香港嘅中醫人手一直都會係過剩，學位就開咗咁多，但提供中醫服務嘅地方就遠遠唔夠。點解呢一班學生有所成嘅中醫醫護人員喺公營唔可以喺公營醫療系統度服務呢？再講啦，今日有方主席出到嚟話中醫呢啲又少嘅時候，點解唔可以去睇中醫減輕公營醫院嘅負擔呢？多謝各位。所講嘅係預算比
足先冇得食。呢、这個就係今日有分行所爭取嘅方向，但係被中醫業界衝擊，有分行又點樣解決咧？都已經好多嘢，好多唔同研究同埋經驗。
且藥物規格係統一，即係同一款藥物，就算你之前換咗廠，如果藥方一樣，之後出嚟藥物成效都係一樣。但係中醫嘅藥物根本就係兩個回事。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醫藥試驗過程調查研究小組執行長陳其廣先生所言，中藥來源係自然嘅廠、產地、採集時間、可用條件等因素都會好影響效果，而效果係出後幾倍。用出嘅功課根本唔能確保有效。請藥方回應，我哋而家係咪講埋功課使用原則，共建行確保有藥物有效，先至放入藥物名冊，俾市民透過公營醫療體系設立原則咧？另外，藥方要將中醫服務做到好似西醫咁，納入公營醫療架構，但係中醫嘅專業咁啊，即係好似西醫咁有標準化同埋獨立性咧？正如香港前線中醫聯會理事長陳文雄所言，中醫行業缺乏標準。統一標準同認證機制，用學歷培訓進修，迎合之下階流嘅風化，標準成效，反映唔到中醫嘅水平。此外，亦正如香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趙永佳教授指出，內地好多醫生實習嘅時候會用埋西醫嘅手法幫人睇病，但我哋又睇下香港嘅中醫，有幾多真係可以明白西醫嘅手法？換言之，中醫之間好多唔同嘅問題，都實在參差不齊。當佢哋連專業嘅資格都未能做標準化同認證，咁又點可以叫我哋政府付出數以千計公帑俾佢哋？不過，原來資源短缺嗰陣時，啲5億可以幫助到我哋嘅喎。
唔到市民，治唔到市民嘅病，但係有方啱啱前場又承認咗，係中醫係對於某種病、某啲病症係有效個西醫嘅時候，有方呢個説法係咪有前後矛盾矛盾咧？而且再者咧，而家既然係中醫服務有效嘅話，納入公營醫療體系嘅話，唔係對於市民係多一種選擇、多一種治療嘅方法，對於市民唔係一種更好嘅方式嚟嘅咩？好啦，我哋俾少咗錢啦，咁我想問下，咁其他醫師喎，佢哋又點樣養活自己咧？今日有方講到話咩，俾5亿中醫咧就會減少咗醫師嘅乜嘢收入，但係我方今日見到收入係固定嘅，根本唔會隨住資源嘅增加或者係減少而縮減咗。有方提將呢個問題荒謬化咗，而且我想請有方同我答咗我啱啱條問題，俾市民多一種醫療嘅方法，多一種選擇權，係唔係更好？轉過去咧，同我方講，我哋中醫咧，淨可以預防到乜乜乜。但其實我哋嘅治未病咧，係可以預防到更加多嘅病嘅時候，係可以令到佢喺呢個嚴重嘅病發之前，可以預防到佢之前。咁係咪可以更加幫到西醫，可以幫到佢分流或減少病？咁請問你預防唔預防到個癌症啊？嗱，方同學預防可能預防到咧，我哋都唔知道病症係隨時會來臨，所以我哋咪要納入中醫服務錄入去公營醫療體系，去為咗更多市民去預防癌症咯。有請問翻有方同學再答，再請有方同學正面回答，係唔係納入咗公營醫療體系？納入咗中醫係咪對市民係多一種選擇？有方好笑啦，其實都證明到中醫有啲確實嚟話可以預防到例如癌症啦。咁點解你覺得政府要先使未來錢？我一分根本就冇確認佢係咪真係可以有呢一類效用嘅嘢去撥出啲咁大量嘅資源咧？咁我所以我由最近開始已經講緊話，其實咧西醫自己都有剩翻呢個中醫價值啦。咁啊，其實有方都強調中醫嘅價值啦，但係佢我方又問你醫學研究，咁醫學研究話中醫對啲咩嘢嚴重嘅病症可以提供咩存活率啊，令到末期癌症病人多幾多年命啊？有方其實乜都答唔出㗎，淨喺度左言右語，就係同我哋講話咩中醫非常之有療效啊，可以預防可以咩，但係你要明白一點就係而家香港醫療體系其實係已經面臨緊一種接近崩潰嘅狀態，你需要將啲錢去撥去一啲例如專科啦咁樣嘅資源去資源係非常之有限㗎，唔係話你想撥去中醫就可以撥去中醫。而家目前政府係有一啲相關嘅計劃啊，亦都係中西合璧咁樣，但係唔代表住話中醫係會中醫嘅價值係可能同西醫平等啦，但係唔代表住話可以超越西醫，因為你要明白點解？其實香港市民一直亦都用行動去證明，點解一萬個醫師都會出現人手過剩嘅問題，係因為香港人啊比較少選擇去睇中醫，所以先會到呢個情況發生啊嘛。咁點解你哋唔順應大意？由於收費較低，就真係會吸引一啲原本私營市場嘅求診者啦。
咁樣直接令到一啲私人市場嘅中醫更加難生存，大藥方一直逃避呢一個問題。而家由於中醫供應過多而求診需求跟唔上，如果你再起呢一個嘅納入公營化，咁求診者交落去公營體系啦，私人市場需求進一步減少，咁嗰啲中醫師咪失業咯。咁其實有班網友係咪想佢哋見到啲中醫連養護自己都成問題咧？咁樣破壞中醫行業生態，可見有班嘅立場只係打擊緊，而唔係幫助中醫業界，更加遑論幫助整個社會。有方直強調中醫嘅價值啦，但我方問到有啲咩醫學研究啊，幫唔幫到幾多人啊？咁其實有方又係冇避免一種避住回答，就係同我講濕疹啊呢啲比較無關痛癢嘅問題啦。咁其實有方中醫學系都成立咗咁多年啦，又俾唔到足夠證據去令到市民去更加多嘅市民去信服，咁陣間好好檢討下，同埋說服市民，而唔係要求政府用公帑去幫你哋啦。今日有關於資源嘅問題，我方都一直追問有方噶。咁但係其實有方你都逃避論證，中醫嘅優次係高於其他醫療開支項目嘅喎。實際你反映啲咩咧？反映佢哋啊明白當資源有限啦，中醫其實係喺條隊裏面排到好後嘅位置，更加唔好話納入醫療體系啊。隨住人口老化，就算增加開支，而家問題未解決，將來嘅問題又嚟緊啦。我哋而家嘅儲備金根本就冇可能真係應付未知會應付到以後嘅環境。就算而家經濟環境好啦，年年增加收入都唔一定持續增長啦。我哋唔可以當未來有無限資源㗎，唔係無限就自然要分優次啦。但係有班朋友即避而所談喎，從來都會同你講過，如果將呢一筆錢撥咗入中醫之後，咁其他更加有需要嘅嘢應該點樣處理？咁其他例如啲咩癌症病人啊，可能係要打針、要食藥呢啲長期病患。咁佢哋嘅資助又點樣嚟咧？其實公帑就係得一嚿嘅啫。如果你分薄咗中醫嗰度，咁其他人就會少咗更加多嘅資源啦。咁其實又係變相到令到市民又少咗一個康復嘅機會啦。其實縱觀全場啦，有班同學對我哋提出嘅迫切性啊、資源不足啊，同埋規管難嘅問題，全部都避而不談，淨係為咗變頻而強行同意，漠視市民以至成個社會嘅真正訴求啦。當中醫俾唔到市民有需要嘅嘢出嚟啦，強推政策根本就會造成反效果，達至兩敗俱傷嘅局面。唔通有班網好想睇到中醫師失業咩？我哋今日討論緊嘅係同中醫有關嘅醫療改革問題啊嘛。但實際上醫療改革我哋討論得最多，亦都作為迫切討論嘅係點樣先至可以令到現時嘅醫療系統運作落去啊？當然呢一個問題根本就唔係香港獨有，全世界都面對緊嘅啦。無論係英國，亦或係其他以公營醫療為主要醫療服務提供者嘅國家，都出現咗因為市民越嚟越依賴公營醫療，導致財政壓力越趨沉重嘅問題。你想減輕呢個問題，唔單止分流係可行之一，但係如果你想令到公營醫療係繼續持續啊，係要將呢啲問題轉為公私協作，或者鼓勵市民用私立醫療服務，而核心緊急嘅醫療服務就繼續由公營醫療負擔，以確保市民嘅健康以至性命得到保障啊嘛。香港公營醫療架構過於沉重但已持續嘅問題，我哋未出世已經開始討論緊啦。政府近年推動咗唔少計劃，好似係公私營醫療協助計劃啊、醫療券啊等等，都係想減輕公營醫療嘅壓力啫，同埋要將啲資源去維持俾更加有需要嘅服務上面啊嘛。但今日有方同學提出嘅建議，要將原本私營範疇嘅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體系度啦。呢一種走回頭路，要進一步加重公營醫療機構嘅做法，係咪可取咧？更何況有方同學更加亦都冇證明到，其實中醫係咪真係幫到咁多個市民？係咪真係有必要去納入公營化？當你唔可以抽空現身，公營醫療體系資源又唔係無限嘅時候，要佢動用數以億計嘅金錢去將中醫納入，中醫係一定要有可信性嘅研究成績，話俾公眾知佢哋嘅成效，改善公眾形象，令更加多人去選擇中醫去做佢哋嘅醫療啊嘛。但係我哋見到中醫業界面對嘅一方面人手過剩嘅情況啦，但從另一方面睇，人手過剩根本就係因為需求唔夠多，絕大部分求診者都會視西醫為首選。政府又唔係袖手旁觀，有唔同嘅計劃噶嘛。但係當咁樣都說服唔到市民去睇中醫嘅時候，咁點解又覺得納入公營化會對市民好呢？多謝各位。主席。
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啱啱聽完反方嘅結辯，佢成場落嚟得指出一個問題，就係我方冇俾到中醫臨床實證嘅例子俾友方，但係咧我方由前場就已經提過中西醫藥協助先導計劃，係由醫管局選定三個病種為主病人提供中西醫助，就係因為佢臨床實證好有效，所以而家已經進入咗第三階段。古語有云：醫物重利，方全人意，貧富雖殊，藥師無疑。喺啱啱嘅自由辯環節中，友方話資源不足，我方同友方話醫管局已經投放咗5億係針對於中醫藥服務，而友方又問我方係咪呢啲錢係咪用得其所咧？我方又答友方，因為中醫可以治悶病，同西醫一齊協助，所以呢啲係有效嘅。友方又問而家係唔係冇人睇西醫？我方就答友方話，就係因為而家未納入公營醫療體系，所以因為基層市民負擔唔到，所以咧先較少數人睇西醫。而全場落嚟，友方有兩個冇，一冇回應。今日我方問友方係咪要剝削基層市民睇中醫得資助嘅權利？友方唔敢答。我方再問友方係咪唔俾市民選擇睇中醫中西醫嘅權利？友方又唔敢答。我方又問係咪有部分人唔睇得西醫，唔食得西藥？友方通通唔敢答，因為友方都知道納入中醫服務，無論對市民亦或係社會，都係一件好事。二冇論證，友方今日話公營醫療資源短缺，但係友方冇論證到公營醫療資源短缺到乜嘢嘅地步。友方又話市民唔睇西醫，但友方又冇論證到市民點解唔睇西醫嘅真正原因，呢啲友方通通都冇論證過。友方從來都冇指出問題嘅關鍵所在，友方根本冇盡到佢反方嘅論證責任，去論證納入中醫服務嘅問題在於邊。最後，我想用幾條問題帶大家回顧全場。首先，依家嘅醫護人手係唔係不足？但係，所以我哋要納入中醫，分薄西醫嘅病流，從而解決西醫人手不足嘅問題，可以使更多病人更快就醫。其次，中醫係咪可以治悶病？可以，因為中醫可以透過針灸、藥方、膳食調理改善體質，例如氣衰質、體衰質呢啲唔屬於病症嘅先天身體問題。再者，納入中醫係咪等於一定要睇中醫？錯，唔係。就好似今日我方都雙方，我方都唔會強求評判，一定要將自己個票投俾我方。就好似我方主辯曾經講過，呢啲從來都係任君選擇。有市民認為西醫好，可以睇西醫，但納入中醫係為咗俾眾多市民多一種選擇就醫權利，咁樣唔係更好咩？相輔相成唔係更好咩？所謂不治已病治悶病，不治已亂已亂治未亂。夫治未病者，健肝之病，知彼之肝全被當先實彼。所以今日我方辯題理應成立，多謝各位。
留言下先，睇下大家同你講。我咧專解咁好似好不掂嗰班中醫嘅，咁大家都有好多嘢俾我去諗一諗。咁我覺得有幾個問題，所以我必須要再諗一諗嘅。我覺得係有啲過分簡化邏輯嘅。第一，佢喺中西醫本質上係咪應該穿插係可以互換嘅咧？即係今日咧，正方去到某啲位今日正方去到某個位就覺得，如果我將中醫擺入去公營醫療系統，就能夠減輕西醫嘅壓力啦。咁某程度上會減低咗呢樣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諗一諗，如果我係一個癌症病人，唔好癌症啦，我係一個甩教嘅病人，咁我咧時間痛住，咁係急症室。咁急症室第一件事就應該係俾止痛藥我，睇下我有冇事啊，冇食咗想翻個教堂咁樣啦。然之後咧，咁我就調理我個膊頭咯。咁啊，做針灸啊，做熱敷啊，做藥敷啊，成。咁理論上其實係我一個病人一個病，由一種醫生由一個範疇啦，可能係本身西醫嘅止痛、止消炎，然之後去到後面嘅調理，本身西醫唔理噶嘛。去到每人止痛消炎即時的處理，去到後面的調理咧，又做多咗一部分，即係話本身我由一份的調理變成咗兩份的調理嘅道理嚟曬。即係我會諗一個問題，第一就係純粹第一個問題係唔係有咗多咗人入去就能夠減輕個醫療壓力？第二就係個問題就係到底佢哋係咪提供同樣嘅服務俾同一個病人，同樣嘅照料俾同一個病人？我覺得呢個問題要問嘅。調翻轉嚟講，其實大哥呢個咧就變咗好似俾正方咧，好似好容易咁樣講咗出嚟，就好似講咗出嚟，就好似有咗個 point 咁樣。例如致命病呢個概念，我要去到一副或者二副，即係我原來致命病，即係你未病就醫定佢咁樣，咁即係西醫講嘅預防勝於治療啦。咁調翻轉嚟講，如果假設佢公營醫療體系，假設大家都同意呢個公營醫療體系講緊大型醫院嘅時候。是不是說會多了未病的人過來調理身體呢？你明白我說什麼？如果你明白我說什麼，這個我就覺得好像有點嚴重。一方面你由本著重講中西醫本質的方針，甚至在注重的調理方式上面，甚至在那個世界觀上面，或者對於醫學的哲學上面的分別的時候，但同時你又將中西醫批在一個 interchangeable 的位置，那我就覺得有點奇怪。即係呢啲數字，你哋冇實際嗰啲數字出嚟，大家可能聽到就，我嗰邊係喎，多咗人啲咁咪一定少啲人多咁。但係去到後面嘅時候，特別當你嘗試去講我中西醫合作協作治療嘅時候，咁咪即係話兩個都要一齊醫過去，咁到底減輕咗啲咩？呢啲位我又未聽得好清楚，呢啲位要小心。跟住之後咧，我覺得有啲位大家咧就變咗做好。留守在一些很奇怪，我覺得今天有兩個很大的疑團，我覺得是需要 X 所謂去解決一下的。第一個疑團就是到底不能夠吃西藥的人是不是存在的？其實今天反方呢，在我耳中呢，他真的沒什麼直接認過不能吃西藥的人真的存在，或不存在這個問題，你沒什麼實際答過對面，即使對面是這樣問你也好，但是有些人對面就很容易問出來，是啊，你都存在，你都承認有些人存在，你怎麼辦呢？但你又沒有否認過，你又不承認過，我不知道因為你沒聽過這個開啦，因為這些就要小心。即是我會覺得是西醫療法不是只是得藥，有很多不同的療法的時候，那你這些應該可以一種 pattern。或者有些人 prefer not to have 西藥，即是我選擇我希望不去吃西藥和不能夠吃西藥之間有分別在這裡。第二個謎團就是為什麼中醫會人手過剩這個謎團。正方講的就是因為窮的人去不到看中醫，所以中醫即使這麼多都好呢都是有過程的。咁跟住之後就話反方冇俾個例子，冇俾個數據出嚟講點解。咁反方就話其實我哋見到依家嚟講咧，都係一直減低嘅，一直嚟緊嘅人都減低緊，冇特別上升嘅，係咪？你去到後面有咁樣嘅資料噶嘛？即係對我嚟講，我會諗嗰樣嘢就係，反而對我嚟講咧，呢個位我俾唔到批評，係俾唔到正方嗰樣嘢就係，如果你認為因為佢係基層去唔到，所以我哋依家整到呢個就基層就去到啦。咁但係實際上電視基層希望去睇中醫嘅人數有幾多？嗰啲咁嘅問題我又聽唔到嘅時候咧，就變咗你即係第一次我覺得 OK 嘅，但係去到後段越重複得多嘅時候，我就覺得比較空白。呢位個論證嗰個強度越嚟越弱，咁呢個要小心。而對於反方嚟講咧，我覺得今日咧有啲問題就係在於例
佢好似神龍士咁，食錯藥就可以醫翻佢噶嘛。雖然神龍士死咗咧，但係都醫到佢噶嘛。即係我會覺得有啲位戰場選擇上面，大家咧好似唔太清楚自己邊個嘅戰場嘅。特別係當政方嘗試去講治理病，去嘗試講調理嘅時候，唔係更加應該 focus 喺社區治療上面嘅，即係社區門診服務，而唔係我有大病，然後走入去醫院，然後依家擺完你啦，你起虛藥，我依家調理你咁樣，即係唔係咁樣咁啊？個次序應該係個人有少少唔舒服，就走去社區門診，我睇咗先，即係你心中，即係應該講政方喺我心目中，佢到底中醫喺成個公營醫療系統入面入咗去之後，到底成個公營係應該係點樣嘅方法？全部嘅都好清楚，就變咗做你，或者可能因為你哋欠缺咗呢個咁嘅 picture 咧，就變咗對面塞啲咩俾你，塞啲咩想像俾你都食咗，跟住你就假咁去撐，然後假同我唔係㗎，我哋有協作系統，我哋醫到嘅癌症都可能醫到咧，咁就變咗有好多你孭咗好多你需要論證嘅位置上，咁呢個就係要小心。而今日反方咧，有啲位就變咗做都唔係。即係我有啲位咧都係要小心嘅，例如對於我覺得有好多外國例子你可以選擇，特別係東南亞地區，韓醫係一個好嘅例子。我覺得韓醫喺成個嘅，其實政方都應該可以參考韓醫喺成個韓國嘅醫療系統入面擺住咩位置，幾時開始要成為一個公營醫療系統入面嘅服務？到底香港嘅公營醫療系統有啲咩獨特之處令到佢令到中醫唔能夠成為？即係例如韓國嘅韓醫，我印象中係大部分大學教學醫院嚟做嘅，雖然佢都係公營，但係以大學教學醫嘅方式去成為嘅。咁香港有冇咁嘅資大學有冇咁嘅資源去做咧？咁反方當然就正方就可以話，咁韓國都做到，點解香港做唔到啲咁嘅臨牀？你都可以問好多。咁就少少意見同大家分享翻，多謝各位。中醫服務上面可唔可以加落去呢個位置？因為你
個探究過，但係你可能攞翻現行就係中醫佢嚟所做嘅先導，但係可能寫好多次嘅已經。咁你再入去醫療體系嘅時候，咁係咪用得其所咧？咁第二個位置就係嗰啲人會唔會去揀咧？其實呢樣嘢你即係除咗正方佢係除咗咩七成個數字係話會睇，咁其實有冇可能即係你反方其實都可以睇得多啲嘅資料，多啲嘅論據去證明其實今日係中醫係成係都係冇乜人去睇嘅咁。咁你可能同埋個分流上面咁個具體嘅嗰個情況其實做唔到，其實醫護係有講到嘅，即係譬如係名冊啦、藥效同埋標準化呢三樣嘢嘅。咁如果你要針對翻就話佢為咗個小部分嘅人去做咗分流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再去做翻資料上面去即係攻擊翻佢個方面啦。咁咧其實咧，我覺得反而即係可能大家咧係好著重自己個高地去到邊度，咁中間個位置咧係變相個交通嘅位置係有唔係唔算係太多嘅，咁但係咧有啲位可以即係都俾翻少少意見，譬如自由辯論嗰方面啦。咁係其實即係正方講到佢有多個選擇唔好咩咁樣，佢已經講好白啦。咁反方嘅同學咧，咁好似嗰個嘅反應上面好似未嚟得切，咁你就可以問翻佢。其實我哋見到係現時嘅公營醫療體系已經咁飽和嘅時候，咪有一個選擇叫做好，有選擇咪等於好選擇咧。其實即係呢啲係可以即係自由辯論嘅時候，你要去俾翻佢去回應翻，就係佢要食翻就係佢點解呢個選擇係好咯？佢要即係要 present 翻。咁呢一個係重點啦，同埋最後想講一點咁就話係。你哋即係今場其實好多時 focus 咗喺中醫同埋西醫究竟好唔好，但係少去睇究竟現時嘅體系、現時呢個 system 究竟係點樣去運作咁樣樣啦。譬如話係反方提及中醫冇一個嘅成果啊咁樣樣啦，但係即係正方其實又好即係點講咧？有點應該話正方佢講得係有啲人係唔可以選擇西藥去治療啦，咁其實反方咧，除咗可能係攻擊佢話係，究竟係咪有呢個人啊，或者係濕疹啲病症係咪真係嚴嚴重之外，其實你可以即係提及佢話政府現時有冇其他方法可以令到呢班人係可以即係唔喺呢個公營體系入邊，但係可以有其他方法去做，譬如係資助等等呢啲嘅措施去做翻咯。咁所以呢度係要少少注意嘅地方，咁之後如果再有资源嘅，就系话嗰个资源报告。
我哋真係優化到啲嘢咯。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就我聽落去咧就有冇信，真係有錢。但反方又唔好睇到究竟好有效嘅質疑，就係其實係要用好多好多錢，導致咧我係有啲緊急嘅狀況。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位咧係雖然唔係看似有交鋒啦，但係實際上雙方都係講得唔實嘅。咁所以就失色嘅令到失色咗少少影響呢場比賽。仲有第二樣嘢咧，令到我少困惑就係咧，成場比賽咧好似漏咗一個強方問題，私營平衡啦。就係咧，因為你要講緊中醫服務咧，要納入公營醫療平衡啦。咁但係你要提納入，即係其實咧，大家都喺度諗，我係成日喺度諗，成場比賽就係到底我而家睇一個私家嘅中醫係幾多錢咧？係咪真係貴到我一定要公營醫療平衡先睇到咧？嗱，公營醫療平衡可能係即係你諗下咧，而家好多啲藥房咧，嗰啲藥房都有個中醫喺度幫你把脈㗎嘛。咁如果我唔係真係一間中醫診所，我真係得嗰個，咁我睇一睇係咪會好貴？即係實我唔知道有幾貴，咁但係佢哋就係咁講話，會好貴嘅中醫，即係一定要入咗公營醫療體系咧，啲人先睇得起嘅咁樣。咁我就唔明啦，你要講到佢就講到話，點解你唔俾佢有選擇？你唔係冇得揀嘅喎，而家你可以係私家噶嘛。咁但係佢而家可以係私家，咁到底代價係幾高咧？反方咧又提唔出，到底其實都唔係好貴。點解我自己有少少問事？因為我自己一路。只有我自己嘅常識就覺得中醫未必係貴應該，又或者係咪真係貴到係要公營醫療先做到平俾大家？咁所以咧就係我覺得呢啲咧都係呢個咧就係第二個，我覺得究竟納唔納入係咩嘅分別啊？中醫個，但係大家都係講咗納入咗之後會變同埋一個乾淨嚟，不過我實質上話俾我聽，唔納入係會出現咩事？而納入咗大家受得到嘅服務，除咗有得睇中醫之外。啱啱靚姐係啲咩細節可以分享下？納入咗之後，我可以做咩？咁就係個得佢嘅。咁我覺得呢件事咧係要到今場比賽，我都有個好空洞。最後咧點樣就係想講就係大家有個另一個交通嘅唔好意思啊，就係講呢個人手過剩，人手多咗好多。咁但係點樣過剩法咧？即係好多嘢咧，就係大家都看出嚟嘅，就係話依家咧好多。中醫畢業嘅學生，但係咧就好少。咁有幾多中醫學生？好似話有一萬個，呢個係咁樣。跟住但係有幾少位咧？即係而家可能而家中醫嘅體系入邊，私營嗰個體系入邊，或者加盟啲做嘅學校知道，或者係醫院局本身自己入邊可能有中醫嘅有嗰啲人，我唔知道。呢啲究竟係有幾多位咧？即係其實係有幾遠嘅爭幾多？而納入咗公營醫療體系之後，係可以開多幾多個位俾呢啲人啊？去做呢個醫生，因為其實呢個係你反方嘅最核心質問嚟。如果依家嘅醫生西醫係有我唔知幾多一個數字，咁如果用呢個數字去比較，你買曬啲中醫嘅位開曬佢同西醫比較，你就可以真係講，至少如果你揾唔到個數係納入咗醫療體系中醫服務要幾多錢，你都可以定價，你都係至少用比較曬。嗱，西醫而家有一萬個，西醫而家有萬個咁樣，中醫有一萬個，咁可能我入眼咧會有個方式。